本届议会首度伫咧新年召开着临时会，嘛是闽地艺术厅开放设立营地创新育成中心以来头一摆开会，首任嘛进行了开幕等等的议程。我们基北一些艺人的建立，希望能够在有华汉民族分别来召开这个定期会、临时会，不能够有所偏袒。那今天出门呢？黄市长率领市府局长及主管来列席，也承蒙呢所有的新闻媒体和朋友的莅临采访，本人代表所有的议会同仁呢，再次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以及谢意。因为艺术厅使用年限已经真久，设备也较旧，所以整体执行了翻新的工程。现在闽地艺术厅已经整修完成，也借着本次的临时会来正式启用。很谢谢议会议长这个决定了把这个地方这个装潢的美轮美奂，借由这个非常好的一个提问。虽然我们现在过去的县议会的人数跟现在市议会的人数人数比较多，所以议事厅看起来比较迷你，但是我们觉得麻雀虽小五脏俱全，议事功能都兼具，它可以有非常好的议事品质。翻新了的设备，让整个会议的进行更加有效率。修缮后的艺术厅也变得真明亮有朝气。台南市议会也都会进行电视的转播，警察市民乡亲踊跃收看，共同关心市政的发展。南投新闻台全新年采访报道。